家好，我是香妮老师。最近市面上流行一款吹风机，风速很大，它来自日本美多利高风速温控负离子吹风机。今天我来分享给大家，很实用吹法小技巧。它的发框粗硬，自然卷毛躁，头发打半湿，我先用温和吹头，高温高风帮它整理头发，可以避免褪色掉头发，吹蓬发根，配合六段温控五段风速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的温控与风速。内建的智慧温控，两亿的负离子，让头发吹完呈现保湿光泽感。现在有神奇抗毛躁的吹头，它只要顺顺的滑下来，它又有吸附头发的作用，吹起来头发柔柔亮亮的，很顺。你可以看到我使用起来很轻松，因为它只有595克，符合人体工学设计，握起来手不会酸，旅行携带也很轻巧。无论你是粗硬细软发受损的，这一支米多里吹风机很适合你们在家里做造型，吹出你柔柔亮亮的秀发。